哎，我看直播。哦、有了，全面错乱，混乱主宰拉克希尔仪式，敌人不断变换阵型，你的部队也无法。很小，你的视角会随机变换位置。玩家单位受到伤害时，有可能会害怕，停止攻击，并且到处乱跑。敌方单位在受到伤害时进行短程传送，还好嘛？不难啊，真的，灰都可以一打二了，真的。来开赌盘，你真的要用六等的亚拉瑞克哦？六等卡拉瑞克会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你要跟大家讲清楚你要用什么。六等亚拉瑞克啊！你看一下我弗拉森啊。你是几等？五七等的弗拉森。对，我想一想哦。我先看大家这么多。哦，哎，感谢 JOYPK 9994.87美，两位加油进舞团第二坛。这首歌是火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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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两位加油进舞团第二弹。啊！我没有飞升者。我决定要下自己赢了，我觉得我会一直过。我靠，你不要下太多啊，这样我会没有赚头啊。好，我下两千就好。Come on, say， 来吧。哇，大家很相信我们，有4000多奶子下我们全过了。这关难度，这次难度可真的不高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哦，有没有感觉了？有没有感觉了？好了吧？你不觉得视角变了吗？这有怎么样吗？哎呦，新手。对没，我就新手没。来啊，就不相信这样开始不会赢。看你们都是新手，你知道吗？连蒋辉在练习的时候，你练成这样，实在都不会赢的，我们要靠辉了。你这臭新手！我要跟你讲小诀窍嘛，不要好了，不用暴力呢，不需要，是灰呢。该从膝盖到一半突然转弯是怎样？你都太弱啦，这点小小的挫折。哎，那还是公民去跟，先跟着他。跟谁？啊，中间那个、啊、小混蛋。我要熟悉一下。干，你不是说你不用吗？干。小小挫折，你们。我、哦、干，我觉得这场有点难过了。哎，老王说要吐了。老王要吐了。你要过来呀、啊，你这个不够啦，在等你。看老王已经听到你声音最想吐，干！老王姐姐怎么可能就听到我们声音想吐呢？王姐，听到灰的好不好？然后灰已经开始在咳嗽了，我现在担心他已经开始想吐了，完全不想吐好吗？可是你们真的太废了。啊、你的口气就听起来就不像是哦，你就不要再隐隐。我第一打二哦，哎、欸，你那这有空军吗？
没有，没有，快什么了？就是雷公军，干啥小啦？那我怎么？那我们等下怎么打一边？那个打那个什么元素兽？你打、啊。叫他我先，你问他们，我的第一视角就知道，我完全没有受影响哦。别闹啦！我现在在外面结束就看你直播，边看边打哦。别闹啦！如果你想看我被扔下深渊，请你亲自动手。他们说闪追海啊，闪追海干嘛？然后生物敌科技啊。闪追有无敌科技啊！来那边吵起来了。闪追有无敌科技。对啊，你的英雄好了吗？那样很强吗？我英雄好了。好，过来吧。那就这样吧。你的朋友过来帮我打一打。哪里啊？晃这里啊。把中间解决掉。啊，这个视角有点熟悉耶，这是长视角啊，靠腰，这把二矿开掉吧，这还是有点不一样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在你面前的是大多出美丽，没错，我很重要。然后你要去。我要开二矿了，你的二矿还没打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找我的那个水塔了。哎，中间吵起来了。然后就打了。但其实我有点蛮不适应视角的。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那个麻烦东西啊。还原体提供的优能会让两方的战将获得优势。立刻消灭他们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为打领主而生。啊，没走。哎，过去就赢了、啊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哦，好、啊。你是来赌我怎样？说出你的请求。决定 A 过去就赢了。哇、啊，好猛啊！好猛，好猛！看，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哦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啊，退哦，退哦，退哦，西风下来啊！好猛哦！干谁说虚波就赢？好像是你哦。啊，会赢啊，不要怕、啊。我龙你也够吗？跌倒了，知道吗？我的矿已经打掉啊！我的矿打掉，你的还没打。走吧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哎，你瓦斯有钱财吗？有啊。你的朋友正在进行战斗。那你要我的瓦斯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已经开37了。我的引刀已经没有气了。好，来来啊，火源体要打，不然它掉下去了，快点啊！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Go go go！ 啊，我觉得我们要输了，有机会啊！很菜。你部队要部分离开啊，你要留一支给他。然后我有矿工兵。敌方的支援部队正朝他们的战将前进，杀光他们！好，进攻其他方面了。你要多蓄点追猎哦，因为这块二矿比较慢，我要丢空军比较难丢。行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
向来讨厌那些笨重的元素兽，如果你有多余的兵力，去消灭他们。你有追猎的吗？没有啊，一直都没有。我入侵者可以对空啊。哦，那走啊。跟他没生。跟他身边。你什么时候生啊？下去下去。你有那个吗？你有打工的吗？养殖生，养殖生。你的部队要跟他旁边吗？那我就跟着你部队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的部队哦，我已经有留一支给他了，走吧。我靠，那边还有火源体，我们要先打火源体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先打这个，这个快。得了大量的幽能，快点杀掉他们！别浪在你面前的是大人，怎样？升级完成。我用力量把力量交给我，我用你的技术。别浪在这，别浪。好，回来，你去中间。说，这是凡人的东西。有机会的话，把最后那一只也杀了。靠，看不出来我哪一个是没生的。没错，我很重要。我其实我也在找我的科技在哪，知道吗？有点难找。好，走，我们去打上面那个元素。啊，不打那个叫什么？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完了打上面那个火源体啊！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撤退回阴影之中。Go！ 别浪费我的时间，还要打、啊。奖励，其实这个东这里就哎过就好了。然后随时再刷一次过去给他，我是啊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这关真的很简单嘞。没有难度啊。说。对。我们要增加点难度。没有足够的。试试看。什么难度？建造更多。我暂时不要动，让你去打就好。需要更高能瓦斯。米虫模式开启，对不对？对，一打二模式开启，真的，一打二。啊，神族会有那个、哦、烈光球，你要闪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老赵，不要在这死角闪。我看我们头上那个骷髅。走走啊！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的朋友正在进行战斗。在你没别浪费。输怎样？有没怎样？跟我想的一样。在你面前的是大的，有没？别在你面前的是大林。哎，你宿舍打完了。你是来不是我伙伴的自我强化。混元体的盟友，他们太强大。走吧，我们打混元体吧。支撑不了多久，杀死他们，别让我被击败。别让我被击败。亚蒙的追随者正在加强战将的力量，必须阻止他们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孵化快！这些该死的元素兽怎么来个没完呢？要是你的战士应付得来，把他给我杀了！靠！我捡到你牙了，突然看到你爆血。干！哎，有点痛哎，行不行？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清掉了吧？清掉了。没错，我很重要。
口还是不够哎。攻击大领主的敌人，我那个，走吧，我们去打元素兽吧。走，我们去打元素兽。告遭到盖兵，告呗。还好，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影响。用在你面前的是大人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正在用幽能支援他们的战将，一定要除掉他们。我是觉得这关蛮简单的啦，都没来打我们家。别浪费我的时间。哎，你家爆了！你杀死了附近所有的元素兽，我很欣赏你们的残暴行为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你有没错？好了，怎样？在里面没错。看来敌人在通往深渊的路上设置了防线。我决定要干一件事情。敌平他们吧。干这才用。啊，反正是我们部队稳虐的啊。我们刚第一波，我说 A 过去那一波你就可以用了。哦，你的欧斯加点难度啊。干，不要讲话。我能使用自我战斗。小虐。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哎，我忘记回答什么。如同被马推过去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决胜的时刻就快要到了，让你们的部队靠近我，好让我使出最后一击。嗯，这些混元体具有强大的幽能，消灭他们。Go go go go！ 对方的战将就会获得这股力量。输别。有话来跳上去看个视野。强化我的力量。蛮烂的。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。这样就够了，不用，这不用打完了。对啊，差不多可以了。我已经留放，我就在旁边推他了。我图你有没错，我很重视。你是来不是我的吗？在你面前，你们会晕是不是？观众蛮晕的。你真是不会晕哦！我不会晕啊！你不用，不要，不是你，你思考的方式不要专注在这个萤幕上啊！你不要去，对啊，你就这个萤幕你就当作没看到就好，你就看小地图就好了。我要点小地图啊！我也是啊，就 A 小地图就好，你不用 A 那个啊，你不用 A 画面啊。对。